扫把坏了就买一把吧。哎，你干嘛？哼。你什么都会做，会有人给你点亮小红心吗？应该会有吧。奶奶，这个送给你。好，做得真好哦，真好用哦。你干嘛？乡巴佬，这也能当口罩吗？什么年代，这个切也切不断的。嗯，腻了。菜刀帮我做一把。我试试看吧。我等一下过来拿。Thank you.
Thank you.
去买一个吧，还算样。你干嘛？看你穿这样，也买不起。奶奶，我们买得起。都买不起，还好意思洗衣服？我去！这么可爱，你竟然想吃它？没有。奶奶怎么了？天冷了，家没有家。那你等我一下。听我说，谢谢你，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。谢谢你，感谢有你，世界更美丽。我要谢谢你，因为有你，爱藏在心底。谢谢你。表弟，你什么都会做，大家会给你点赞关注吗？应该会有吧。奶奶，你过来。谢谢你，感谢有你。连个发簪都没有。老人家，你家就这么穷吗？这东西能灵敏吗？嘿，爷爷，你等我一下。